爸，你可千万别来接我啊！我这还早着呢。我们吃日料米其林，这菜是一套一道烧，太讲究了。吃的可好了呀，有鱼子酱，有帝王蟹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温泉蛋。喂。 喂，我要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能不能借你手机用一下？哦，用吧。 最后一罐冰可乐，给你吧。那礼尚往来。 那这个送给你吧，这是我公司的小样，最适合你这个年纪的男孩子。你这个算是推销啊？我没这个意思啊，这月饼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是觉得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用这种方式搭讪？这上海这么大，咱俩可能也见不着第二面，就不用知道名字。说的也是啊，那我就等见上第二面了再打扰你。今天这事先讲啊。